佛教讲三世因果，实际上指的就是今生你所有的作为，就是因为你上一世你做的行为所受的果报而已。因为你上辈子没有积德，所以你这辈子才会受苦。因为你上辈子做了很多功德，你这辈子会享受你的福报。这就是为什么有些人投胎投的比较富有的人家，或者投胎投的爸爸妈妈身体比较好的人家的原因。所以那么现世的善恶业，那么又影响到你未来的苦果。也就是说，今天你还在做坏事，你下辈子一定得不到善报。末法时期已经等不到你下辈子了，很多人在今世就做了很多的坏事，当场受报，抓进去枪毙，那些都是现世报。所以希望大家要懂得，我们不造新业才能保住未来，我们消除过去的旧业，我们才能造成更好的新业呀。